沈哥也是翘楚。哎，我跟他真的是革命情感啊，我贺一航、杨凡、崔金，我不求。好成功哎！好成功哎！今天有新花招 ，S 级的，先绑好。不要再捆绑老师这样子，把老师直接叫起。你真的是玩的是 M 吗？玩那么大，不是 M 吗？玩那么大，我玩不起。真是好轻松啊，完全都不用出声音哎哈，唱那么大声就 OK 了。我可以唱小声一点。对，因为你还进得大声了，这样我才能降低音调。哦，是这样，好好。对，我不要破坏这个画面，你看，这个是。你怎么要求我们怎么做？来者是客。不要破坏这个画面。我在这里就要谢谢富哥了。对，成也富哥，败也富哥。今天能够让我成为大明星的那个大歌星的，就是我们的富哥。嗯，就这样。那今天可以让我这个成为一片歌星的，也是他，真的太厉害了。真的。山珍海味到现在八年了，还是打歌。你看，可见这个歌真的是不同凡响。宣传期这么长啊，八年。不过永无止境。永无止境。那人生的歌哈，我那时候拍那个 MV 嘛哈，嗯，它是一个红到现在还在红，是深深海味红到现在也还在红，但是要靠我自己打歌就是了。陈铁，你听我讲嘛，听袂落啦，你听我讲，怪啦，我怪，到底在讲啥啦？你到底在讲啥？你只是去做工课尔。因为我即个出去，我唔知影我外久才会回来。我唔相信。你爱给我时间。嗯有人在看。你不要管我，我很难不管你。因为你们家长，我就会有反应。对对，你的反应是。我听袂落啦。你忘了。做一个工课尔，你唔知你当时要来，你是要来做啥？因为我做注重这个工课。我知你注重，但是你有需要放下咱两个感情吗？我唔是标杆的，我无想要耽误你。笑喷。那要玩多久？我是你吧，你卖跪着我。好家伙，麻将面！你玩麻将面啊？你是无看到人在玩这呀？哦，我不爱麻将面，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我不爱他。哦，你麻将面不爱香菜，用不？哎，我提香无了。我不香，麻将面没香，你不爱香。我你不爱香菜。我被蛋花汤。因为蛋花汤不爱香。那做行李。我们当时长得这么喜感。我们这么讨喜，对呀，超讨喜。你叫我演悲情的，一脸洋葱的样子。对啊，叫我演悲情。你真的很像那个小王子里面那个永泽，永泽，永泽。嗯，哎，不是啊，不是普文，永泽不是普文，那永泽他有什么？李佳，他不是有一个口？那我看当小男子。哦耶耶！丸子要辫子，有要做吗？而且蜡笔小新，哥哥的姐姐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